姐妹们，今天咱们也来做个藕粉加小汤圆。先开始浸藕粉，两勺，一勺，两勺，然后加两勺水，三勺水，二，三，把它搅匀，然后加开水。哇，成透明状的了，开始搅拌。搅好了，我先来一口。把这汤圆加进去，看起来好美味儿。我来一口，